那天的晚餐我吃得非常的饱，金财伯母一直夹菜放进我的碗里。晚餐前，瑞珠姐帮我烧了一锅热水给我洗澡。晚餐后，金财伯在屋外劈柴，阿黄哥则在一旁捆柴。金财伯母在厨房里用番薯叶、残羹加米糠煮好的猪食，让瑞珠姐提去猪栏喂猪。我就在一旁帮忙，等瑞珠姐写完了功课，我们才一起上床睡觉。夜里，耳边仍回荡着金财帛劈柴剁木的声响。我躺在床上，想念着妈，泪水不听话的自言自语滑落。睡梦中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唤着静才嫂。醒来后发现，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。金财嫂啊，金财嫂，金财嫂啊，赶快走！哎，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赶快走啊！又做人又好说咩？加胆做事加胆传呐！哎呦，神啊！有俩样，我有一个新人了。哎呦，是我，你学咩遐？今天你做下神人神将和使者哇？啊，咱小孩了，你莫管啦，你要讲我就干。无啦，刚刚散步哦，亲戚来写我啦。阿爸哦，打探你，出双嘞，特别个日人嘞啦。阿姐咩事就故意啦，阿细佬是当喺你边看啦，系啦，我哋好做，系啦，我哋错啦，用唔好啊，你嚟讲咯，按摩下咯，下个明天小事先办公室。给谁？你按谁吼？是摸嘛给啦？加送快一点点啦。哎，金传说，嘿，是背后一件事情。嘿，哪个事情？我应该没有聊上。没事，阿三。你要从心事咩，做嘛叫人念呐？哎呦，不对啦，买个绣品啊，书记娘的吃不听听咯，谁不谁拿出来的？有办法，阿双伯呀，你个好家拿着了一堆个马夫啊，还是个比作一点吃货，是冇用呀？是不？不到我外面，还是没差。你是在喊又给喊会变啊？好啦好啦，你说那一年多，穷些来啦。那是可能。哦，该公元前哦，快活前，前多应该求上门那两年，穷寒呀，小事情，小事情，小事情。来哦，我那边钱我看起来呀，还是要咋的咋钱凑嘛？哎呦，阿生意咯，阿生意生意。你存到这两年三年前哦，那都存到一副现钞差啦，打拼打拼个。金水哥啊，你有谈到你做工啊，永远不会嫌错来轻松些咯。哎呦，我搞技术都唔蛮简单哦。放心啦，你唔讲啊，买这个市场啊，嗯，摆摊的卖棒的，啊，买那个对面啦，有一个香辣的烧面市场哦，以后要跟做多个份嫌错的师傅都说是呢，双摆啊，给了钱币，烧面。这寺庙是啥？是我们的师傅介绍过来哦。哦。伊讲还买枪衣服、文闲草，讲我还买个存钱呢。有真紧哦。关系很好哦，他马上就会做了啦。那年正好哦，一起把存台签。